我是霸主，我莫名其妙的穿越到了恐龙时代，但是我之前的记忆全部消失了。天空中的幕后者告诉我，集齐三块上古神器便可启动传送之源，带我回到属于我自己的时代。哦，看来晚上光着膀子睡觉还是有点凉啊，把我的金属盔甲穿。OK， 高度差不多了，不知道这个困龙房的效果怎么样。现在我要去给风神安排一个任务，然后再将剩下的一部分继续建造完成。风神，我在家门口建造了一个困龙房，你就到昨天我们去的地方帮我抓几只大地懒回来，放在困龙房里面，我就和你分头行动，继续建造困龙房攻击平台。林峰，我们走。